Stanley 咧同香港文化博物館合辦嘅《時間的見證：又一山人城王炳培四十年創意展》咧，可以話一句別具意義嘅展覽。Stanley 嘅故事啦，同埋佢嘅創作啦，係可以代表咗好多香港人嘅故事同埋創作，亦都正正咧配合咗香港文化博物館啦，我哋去推動香港流行文化啦，同埋創意設計嘅一個嘅目標。咁喺呢個展覽裏面咧，我最有印象咧就係佢好多字，就好似咧 Stanley 寫嗰本書一樣啦，囉囉嗦嗦。其中有一句金句咧，我好深刻嘅，佢就寫住話：人憂則憂，第一個憂咧就係憂慮嘅憂，第二個憂咧就係優秀嘅優。但我就將佢改咗少少，我就覺得咧係人憂則不憂。當一個人咧要做到好優秀嘅時候咧，佢係不眠不休先至做好一件事。呢一樣咧嘅態度咧，亦都係 Stanley 咧做呢個展覽策劃呢個展覽嘅時候咧嘅寫照。咁我館咧好榮幸啦，可以同 Stanley 咧合作做咗一個咁好嘅展覽，將佢過去四十年嘅一啲創作咧去同大家分享。咁亦都好多謝咧香港設計師協會啦，可以頒咗一個咧最佳設計客户獎俾我哋。咁我再一次咧恭喜 Stanley， 亦都多謝佢嘅團隊同我哋合作無間，亦都將香港咁好嘅創意設計咧帶出去世界。